Mia 陳靜怡同埋 Gina 何佩瑜，琴晚同師妹澳洲新白毛其中七個成員進行籃球友誼賽。其實是我們第二代，即是新白毛啦，對這個澳洲新白毛，即是第三代。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我們只有三個，是啊，人多人多蝦人少。不過我們有男仔幫手了，都 OK 的。Gina， 你不找男朋友張柏文幫手嗎？那麼緊張？是啊，他很忙。Mia 的寫真集早前被評為不雅。